斗罗大陆游戏剧场。今天龙哥开始更新斗罗大陆的手游，这款游戏是高度还原了动漫《斗罗大陆》的原著剧情。游戏一开始是唐三的爸爸唐昊带着阿银逃亡。唐昊，尽管逃吧。武魂殿千寻疾带着各大斗罗一起围剿唐昊。那边，未来的昊天冕下，这是要往哪儿走？如果只是古斗罗和皮斗罗两个，其实他们就算联手也不是唐昊昊天锤的对手。不过这场围攻太欺负人了，武魂殿老大千寻疾居然一起出手下去。皎皎战鼓锤，巍巍昊天宗。唐昊，你身为昊天宗子弟，本应顺应天时，为何要逆天而行？逆天而行，到底是我唐昊为天所不容，还是你武魂殿自封为天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唐昊的昊天锤威力有多大。乱披风之锤，一锤子把所有斗罗都打没了，果然威武。不过千寻疾加上橘斗罗和鬼斗罗一起联手，唐昊就不是对手了。被凋零的花瓣，陪葬吧。你逃得掉吗？众光审判。化为尘埃。奇荣通天，魑魅魍魉，两极禁止领域。臣服于光辉。没办法，对方是一个稀少，而且唐昊还带着婴儿时期的唐三，唐三，所以就出现了唐三妈妈阿银献祭的剧情。与君相遇，三生有幸，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立疏窗。阿银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一定要记得我。阿银献祭，千寻疾受重伤，唐昊带着儿子唐三逃归劫。游戏的剧情还是还原原著的剧情。阿银。话锋一转，唐三长大了，接下来就是可以操作唐三了。武魂殿的人，三哥要回来了。